过来，我想看看。这，恐怕老爷他会觉得不妥吧。这几个香囊，我是按照你书卷上的图样绣的，你带给那几个孩子吧。
谁？ 是你下的狠手，还我灵儿，还我灵儿！夫人，那孩子胎死腹中，根本没有活过呀！你休要狡辩，是你听信府内谗言，是你抛下我们母子不管，是你下令杀死了我的灵儿，也是你害得我含冤而亡。夫人，灵儿也是吾儿。 他若可活，我住口！你本就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当年之战，一夜之间，多少无辜生灵死于你的刀下。我母子二人性命，又算得了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如今无情。 无以何念，屈辱之心，还我灵儿，重生！
不可放弃，也罢，早知如此，娘当初，娘真是错付了真心，现在娘只有灵儿一人足矣。 此求之命，终归其主。
人兵被划跑，负多少天下苍生，皆我之罪也，只亏累积于你。愿我魂归天，化苍生明末。应该保住你们的孩子，夫人多保重身子才好。啊，在下昔日游历天下之时，偶然得知，花可一嫁，魂魄亦可一接，着五行之魂分而化之，公子之灵可重归于世。
Oh.